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到訪深水埗區參與共慶回歸顯關懷家訪活動，他到元洲村探訪兩個獨居長者同一個家庭，了解他們的居住環境和生活需要，並送上禮物包。其實深水埗區很多情況呢跟發展局的工作是息息相關的。很多低收入家庭的時候，如果他需要譬如說在一些公屋啊、長者屋一些的幫助，發展局我們要為他提供的土地。深水埗也是很多舊樓的地方呢，在翻個市區重建或者是更新那裡呢，個需要是大的。咁而舊樓呢在安全維修上的個挑戰呢也是大的。我們都很渴望呢，如果深水埗有一些問題的時候呢，我們努力是看看怎樣可以解決。黃偉綸又話，借住同街坊同地區人士會面，聆聽多方面意見，有助規劃社區同制定政策的時候更切合當區發展同需要。